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创世纪十一章，这里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巴别塔的事件，第二个段落提到闪的后代，第三个段落出现了亚伯兰。第一个段落就是第十章，挪亚的后裔各有方言分散全地的背景。十一章一节说到，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然而当他们迁移到示拿的一片平原，也就是巴比伦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就彼此商议说，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要通天，为要传扬自己的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不知道是不是人在安逸的日子久了，就容易生出罪来，又或者是洪水的经历使他们害怕失去，日子安舒的时候就少了警醒，只看见了自己而忘记了神的恩惠。他们想要靠自己去维持目前的生活，以免分散在全地。然而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是上帝的赐福，并且他们想要传扬自己的名，高举自己的名，让别人看见他们的荣耀。又或者是他们受到异教思想的影响，要去讨好一些假神呢？为巴比伦的神所建造的一个古代梯庙，据说就是想要直达天庭。他们忘记了洪水的毁灭是罪使他们与百姓分别出来，而他们竟然骄傲的为要传扬自己的名而建造巴别塔。耶和华神降临要看见他们所做的事是什么，就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因此神说，我们要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神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上帝为了保护百姓不至于生出更大的罪来，于是变乱他们的口音，语言的隔阂使他们不能也不易沟通，于是神使他们分散在全地上，也就是昨天所分享的，大致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向北向东向西南各画一个圆弧，各族各占有一个圆弧内之地，因此巴别这城就没有建造完成了。很讽刺的是，巴别在巴比伦的意思是指通往神的大门，然而在希伯来文来说是变乱的意思，又是一个人自以为是自以为美的事，在神眼中却是得罪神的事。也因着巴别塔事件，成就了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挪亚诗歌的预言。第二个段落是闪族更详尽的家谱，特别把闪族从挪亚的其他儿子中拉出来介绍从亚法撒家族中继承立约后裔的过程来带出亚伯兰，指出神怎样从闪的后代中选出亚伯兰。这个族谱和第五章一样列出了岁数，但不同的是，比起洪水以前的人，他们的寿命明显短少了许多。与现在相比，虽然还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岁数，但相信神让我们在这充满罪恶疾病的环境中减少岁数，有神的美意。第三个段落亚伯兰的出现，可说是为十二章亚伯兰蒙召做个铺陈，记录亚伯兰来自他拉的后代，并他与罗德侄儿的关系。这里写到亚伯兰在往迦南地之去之前呢，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这是他第一次蒙召后的迁移。第一次的蒙召记录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到三节，那里说到，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
所以当时亚伯兰的父亲塔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等到塔拉死后，神再次呼召亚伯兰继续前往迦南。第一次从吾尔到哈兰的路程约1000公里，第二次哈兰到迦南的路程约700公里，这是一段很遥远又艰辛的路程。然而他们听从了神的话，就起行了。这蒙召的故事我们明天再来看。今天我们来思想，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神特意拣选的人？从我们昨天看遍满全地的民族有神计划中的咒诅与祝福，到今天在万族中又让我们看到神伟大的救赎计划如何透过一族一人彰显出来。我们是神特别拣选来接受他爱的人，不是我们比别人好，我们一样活在罪恶的世代，受罪的影响引诱，我们会犯罪，我们会忘记神的恩典，我们会想要走自己的路，或忘了依靠神而依靠人或世上的财物。然而神爱我们，他将救恩赐给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先爱我们，在我们犯罪的时候等我们回转回到他面前，他乐意赦免我们，救拔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力。他爱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他贵重的器皿。唯愿我们听他的话，顺服他的旨意，按他的心意而行。他喜悦我们与他同行，来看见自己拥有尊贵荣耀的生命，是因为有神这宝贝在我们这瓦器里显出的莫大能力。让我们能够回应神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主，你特意的拣选我们，让我们来承受你的爱，让我们无条件活在你的爱当中。主，我们是不完美，我们是软弱的人，主，求主你帮助我们，加添给我们信心，加添我们愿意顺服，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也愿意成为你的器皿。主，我们要将你这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里，要显出你莫大的能力，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回应你的爱，能够回应你要我们所彰显的荣美。主，当你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顺服，蒙你的光照，不活在罪中，愿意活在主你的喜悦里。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拥有这特别被拣选的生命，是你创世以来的计划。我们不仅珍惜，我们更要持守这样子的生命，直到主你再来。谢谢主，这样祷告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赞美花园古典音乐时间。今天我们要介绍一首歌曲，叫做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这是美国百老汇音乐剧《旋转木马》里面的一首选曲。《旋转木马》这一出音乐剧又翻译作《天上人间》，原本是由 Oscar Hammerstein 二世作词的， Richard Rogers 他作曲，在1945年的时候在百老汇皇家大剧院首演。它动人的剧情、脍炙人口的歌曲跟舞蹈，当时候在1999年获得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20世纪最佳音乐剧称号，甚至于它也曾得了音乐剧里面最高荣誉的东尼奖5项大奖。这一出音乐剧的剧情是在描述两对青年人的爱情故事，一个是悲情的，一个是诙谐的，其中穿插着生命、爱情、死亡、赎罪、永恒的主题，交织成这样的一个苦乐参半的人生哲理剧。
那因为音乐剧当时候很受欢迎，所以后来呢也有因这一个原本的剧本改编成话剧，甚至于韩国都还有偶像剧出现，可见的这一个音乐剧是相当受欢迎的。这个曲子在1965年的时候成为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队歌，那后来呢也影响了其他的球队，因此后来在欧洲足球赛开赛前都会高歌这一首歌，也成为欧洲足球赛的一个重要曲目。 COVID-19 在2019年肆虐，甚至到了2022年，全球陷入了严重的疫情风暴中，医疗系统也几乎濒临崩溃。在欧洲，这一个曲子再度响起，人们虽然处于隔离之中，但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声音被汇集在一起，用各式各样的版本在 YouTube 上出现，成为众人的鼓励，甚至为医护人员加油。当时候维也纳之音声乐团也为了响应此举，有几位姐妹虽然分居在台湾各地，我们也将这个曲子翻译为中文的译词，用线上的方式在家录音，制成影片上传。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你将永不孤单，歌词是这样：每当你经风暴要抬头仰望，请不要惧怕路黑暗，看风雨的尽头，金色的天空，鸟儿甜美歌声多悠扬，前行经风暴，前行无惧怕，虽风中梦想摇荡，前行无惧怕，希望不放弃，你将永远不孤单，你将永不孤单。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版本是维也纳之音圣乐团在2020年疫情期间的录影，以及在2021年12月12号在板桥贵格会海山教会圣乐主日里面服事的现场录影剪辑。维也纳之音圣乐团是由10位曾经在维也纳音乐学院求学，那现在也都任教于台湾各地的大学音乐系。虽然散居在台湾各地，2017年因为受到马丁路德改教50周年台湾区纪念音乐会演出的邀请，从此以后激起大家不忘当年的初衷，继续以圣乐来推广服事各教会至今。以下我们来聆听这一段剪辑。Oh.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心灵咖啡。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宏仁弟兄。嗨，小组长。可能在教会里面很多人也都认识他，因为他在教会已经很久了，从学生时代到现在。我记得我到教会的时候，我是一个大学生哦。那其实我们两个也都是在大学牧区认识的。没错。那时候我大一，你大四。因为我不是在教会长大的小孩，但是因为我在的时候，你已经在这个地方一阵子了嘛。好，请问一下你在南圣大概多久的时间？我算了一下，今年是第24年了。24年。我国一的时候来的。所以是你国一就一直都没有离开，就一直在这个地方聚会。以没有离开的定义来说，算了，对，我算没有离开。是哦。对，那这也是我今天找宏仁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的主因，就是走过叛逆的年岁。好，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是宏仁以前我认识他的时候的照片。我记得有一阵子宏仁的头发还蛮长的，然后上面染了5种颜色，就是我认识宏仁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那宏仁之前还在台北读书吗？是，我大学的时候在台北。对，那感觉你蛮适合在台北生活。我也蛮适合回来的。是想要我走吗？不是，应该是很多人那时候你去台北就想说你可能就会在台北生根，结果想不到你毕业之后后来又选择回台南。是。对，那今天想要跟你问一下，就是从学生时代来到教会到现在，就是在学生时代信仰有没有带给你什么感动？其实坦白讲一开始是没有啦。对。那就像刚刚慧仁牧师说的，我国一的时候就来教会，可是其实那时候是我妈要我来的。而且那个时候原本礼拜六，因为教会国中团契，当时还没有国中牧区，团契的时间是礼拜六晚上。那其实礼拜六晚上本来是我们家族一起吃饭的时间，那吃完饭之后我就会跟我堂哥就去打电动，然后打到半夜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一开始我蛮抗拒的，就是我一直觉得那个我妈逼我来教会这件事情是剥夺了我打电动的时间啊。对，那虽然说我妈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变成我换了礼拜天晚上打，可是礼拜天晚上打，因为隔天要上学就不能再打到半夜这样，所以一开始我是蛮抗拒的。那后来的话是因为时间一久，其实你知道青少年都需要朋友了，那我也不例外。后来时间久了之后，就是我在国中团契里面就是也开始认识了一些朋友啊，就是像包括宋安啊，现在是宋安牧师哦，就是等等一群朋友啊，那开始就是有了归属感。那有了归属感之后，就是才渐渐的开始把教会的生活就是认真的当做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子。所以其实我的见证还蛮平顺的，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就自然发生。轰轰烈烈的东西可能是在后面。好，那其实当时宏仁在教会里面，我觉得他的风格一直都还蛮独特的。所以其实那时候很多人可能是比他更被关注，大家比较不会有人对他产生什么期望，比如说成为同工啊之类的，可能比较不会有啦。所以呢，在一片不被看好的情况之下，可能很多人来来去去，但宏仁居然从头到尾一直都在。所以 那你回想你自己的信仰之路，就是其实大家好像对你也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期许，然后强调这一点。对，那你觉得你自己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你自己是在哪个地方跌落，又在哪个地方重新被恢复？啊，首先感谢这个前小组长一直提醒我在教会不被看好这件事。对，那其实就是我自己的话，我一直很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的。那当然套用在我自己身上也很合适，从小就很喜欢开玩笑啦，那同时就是也很有表演欲这样子。大家知道其实开玩笑这件事情有个副作用，就是很容易得罪人啊。对，所以我现在学乖，我都只开自己玩笑而已，就是笑自己胖这样子。对，那也蛮多人都觉得我确实还蛮好笑，可是也不乏就是被我开的玩笑刺伤的人，就是被我得罪这样子。那虽然说我也是一路在做中学啦，慢慢的去学会怎么样拿捏自己开玩笑的分寸这样子。可是其实毕竟等到一个年纪的时候，就是也突然回神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教会已经不少人因为被我刺伤过或被我得罪过，就是开始不太喜欢我了这样子。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又年轻，20几岁而已，20出头，那年轻人可能这个受到这个漫画的影响，都觉得就是不顾他人的眼光
活着是一件很帅气的事情，这样子。那当然，我当时就是这样想，对。那其实殊不知，其实只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那所以就是以牧者的角度来说，刚刚有提到我就是很有表演欲，可是站在牧者的立场，一个就是到处去得罪人，然后又很我行我素的人，这个牧者又怎么敢用在舞台服饰上呢？对，所以时间一久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哦，我好像教会里面的人又很多人不喜欢我啊，然后我觉得自己就是很想要表演，可是好像又没有机会跟舞台让我发挥，这样子久了之后就开始觉得有点心灰意冷了，觉得说，哎，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绑在教会里，这样子。那其实当时有一个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呢，其实是感情的事情啊。我想好像应该很多人都是，就是当时我在教会有一段时间跟一个姐妹就是走得蛮近的哦。那感谢主，这个姐妹现在已经结婚嫁到外地了，所以大家也不用猜是谁，这样子。对，可是到头来我却发现，当时那个姐妹她其实根本没有要跟我交往的意思。那就是在这种这个双重打击之下，这样子。那后来就那段时间，我就开始认识了就是教会外面的女生。那当然这个过程其实做了蛮多不好的事啦，有蛮多是不道德的，甚至可能有一些是犯法的，这样子。那你都知道啦，那我就不多谈，也沾染了一些属世界的价值观了。不过说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神的儿女，神必亲自管教，就是这种罪恶的生活其实过久了，上帝是会让我付出，是会让人付出代价的。那后来就是当然我就在外面就是经过了很多事情之后，曾经我以为就是我很自由啊，那我在教会外面的世界就是得到的一切，到后来呢都成为我付代价的一部分，都是一一的失去，这样子。其实我有一个故事，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我都很有共鸣。就是耶稣曾讲过比喻，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嗯，那其实这个故事我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很有共鸣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在我已经有不稳，就是教会的生活很不稳定，然后又在外面就的生活就是跌跌撞撞的时候，当时我脑袋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回家。因为我知道红人走的这一段心路历程哈，因为我一直都是他的小组长，是好，那所以很多事情是我看着他一路走来，那到现在呢，他已经成为一个父亲。好，那我现在刚刚看到他带着小孩，他的太太在教会当中在一起敬拜，其实我看那个画面，常常会让我跟他以前的样子交叠，在回忆当中交叠。好，所以其实我很想要问说，哎，你现在带着孩子来到教会当中哦，那你觉得教会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它的重要性在哪里？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莫真从小他就很习惯接触人群，就是也我觉得对他的社会化很有帮助。事实上，就是也有很多朋友啦，还有他托婴中心的老师跟我说，他比起同年龄的小孩是更大方的。那这也导致就是他也很乐意就是跟别的叔叔阿姨接触啊，让他们抱啊，那就让当爸爸的我就可以在教会的时候喘口气，这样再好像是便宜到我自己哦。对，那还有一个就是第二点，就是因为我带莫真来教会，我们主要是参加英语堂的主日。那我自己是美语老师出身的，我一直很相信这个人学语言的时候这个潜移默化的作用。那确实老师也告诉我说，他们发现莫真对于英文的反应是很好的，对，那就是证实我的这个理论，这样子啊。而且我觉得从小让他接触各种国际人士，就是我觉得也让他比起同龄的其他小孩更习惯面对就是不同肤色的人种，这样子。那举例来说还蛮好玩的，就是我们英文堂有一群这个非洲来的学生哦，这个我都简称他们是这个非洲帮啦，这样子。像这一群非洲学生的哥哥姐姐们就非常的喜欢莫真，常常英文堂结束之后呢，他们都会抢着去跟莫真玩啊，轮流抱他啊，
反而是我这个当爸爸的，就是还要在旁边就是喝咖啡啊，然后等我女儿收修完这样子，想想这是个交际名媛。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莫真从小接触这个信仰，真的是上帝比我就是更加的眷顾他的地方。那也感谢就是牧师娘在莫真刚出生的时候就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大家喝奶的时候啊，要先做谢饭祷告这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就是持续的在进行中。那也很好玩，就是让莫真从小呢，所以他就很习惯喝奶奶前一定要祷告。现在甚至他听到祷告，他就会把手合起来啊，然后甚至头低低的眼睛闭起来这样子。那等我祷告完之后，他还会跟着我一起说阿门呢。对，那当然这些都是很小的事，可是其实看在爸妈的眼里，我真的是觉得很欣慰啦。对，毕竟我结婚的时候我就说愿意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是上帝很大的保守这样子。嗯，好，那谢谢宏仁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哦。人生很长哦，但是见证短短的，好像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小小缩影。不过呢，我们的人生哦，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还有很多的挑战。好，那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面，我们也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是，对啊。那很高兴听到你今天分享的是，这个信仰不只成为你的帮助，现在也要开始成为你女儿的帮助。阿门。嗯，那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一周新闻。我是顺彦，我是乃鹏。虽然最近疫情有点升温，一些政策好像不断在调整，但我们依旧要向着标杆直跑，持续关心教会内外的焦点新闻哦。盼望我们都能有相同的眼光，精准的在这条道路上面奔跑。我们先请乃鹏报道本周的新闻提要。本周总共有六项新闻提要。第一，教会同工训练与动员；二，除旧布新，打扫爱教会；三，疫情升温，教会应变措施。还有三则预告，分别是全员自学团结业典礼、小琉球冬令营、大学指考即将登场。我们先来看第一则新闻：2022年第一次的同工训练，小组长带着核心同工一起参与。大家的热情跟跟着教会的脚步真的很令人感动耶，而且一起学习如何活出优雅、喜乐且精准的生命。盼望我们都能在新的一年勇往直前，向着标杆直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慧珍牧师。谢谢彭磊主播。今天我们举行2022年的第一次同工联席会，在今天的训练课程当中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今天同工训练会其实心情对我来讲非常的兴奋，看到那么多同工，其实如果只是小组长的话就是坐满，但小组长把他们的核心同工带来，每一个核心同工用心情，我讲的心情是大家那种脸上那种喜乐的脸孔，从头到尾一个多小时，让大家那种兴奋的感觉，还有坐在楼梯边坐得满满的，我觉得不是人数的问题，而是大家这么全心全意说教会如果要突破我也要突破，那每一个人的样貌每一个人的感觉都是那么的同心合意，我觉得初代教会那圣灵充满的感觉就如同这样子临到这个教会，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样貌每一个人心情都是很不一样的，这就是最大的喜乐。怎么样优雅呢？其实就是死了，当然死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不会去计较任何的事情，那在喜乐当中呢就非常多的安全感，在安全感当中呢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就非常的精准，教会的精准跟世界的精准又不太一样，我们在教会也许我们没有什么学历，但是我们可以跟着教会的脚步我觉得无论是有新的服事或是说今天的同工的训练，我都有两个心情，一个是领受恩典，因为要服侍神是很大恩典，第二个是心要更戒慎恐惧。
灵受恩典的心就像是诗篇第一篇真福气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福气，那我觉得对应到教会新年的这个优雅喜乐精准，戒慎恐惧的心也是一样。诗篇第一篇有说罪人在义人的会中，却不是如此。神拣选我们是我们要一起服侍他，可是我们要跟神交代，是每个人都要跟单独的跟他交代。总而言之，就是要敬畏神，而跟上教会的脚步。下一则新闻是上周六教会年度的大扫除，每个人拿着各式各样的扫具进到教会，有扫把、拖把、抹布、吸尘器，甚至连电动起子都有，应有尽有。有新朋友还分享说，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盛况，大家真的是用行动在爱教会啊！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陈正传道。Hello，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南圣特派记者陈正。那我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在南圣的办公室。现在是什么时间呢？是我们全教会来大扫除的时间了。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扫恩牧师来跟大家分享每一年他如何规划还有策划这个全教会的大扫除呢？请分享一下。好的，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一年我们动员全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一起有空的就能够一起来出力，一起来清洁整理我们的教会，爱护我们的教会。那我们会安排各个牧区，每一年其实都会打扫不一样的地方。那一方面让我们增加更多的公平性，也另外一方面也让大家对教会的每一个不同的这个区域能够有更多的认识，那增进大家彼此在这当中的一个好像互动的关系。我们大家都很快乐，能够同心合意，然后能够清扫，大家都带着喜乐的心在这当中，我觉得是非常棒的。特别在这个打扫过后，让整个教会感觉焕然一新，给大家享受在这当中一起的聚会、一起的敬拜，是更高的品质，也是更棒的一个学习。好，所以打扫教会呢，其实也是爱教会的表现，也是参与教会侍奉的一个行动哦。因应疫情升温的状况，教会也配合政府有一些应变的措施哦，请弟兄姐妹也一起配合教会所采取的办法，当然也不要忘记戴口罩、勤洗手，还有保持社交距离哦。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陈正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牧师办公室的门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呢，疫情最近又逐渐的升温，教会呢聚会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跟改动调整呢？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哦。教会针对这一次疫情突然又升起，那我们教会有一些因应之变化的一个方法，所以针对政府所说的每一次聚会要在500人之下，所以这个礼拜我们会有这样的步骤，就是按着军团来分配，然后让每一个聚会都能够在500人之下。然后也为了这个，我们也配合儿童的，因为家长都会带儿童来，所以我们会因着这样子，儿童也会开两堂，这是我们因应的变化。然后这一次也所有的侍奉也都必须要戴口罩，然后所有人都尽量能够隔开做梅花座的一个模式，这就是我们为了这一次所做的采取的办法。接下来这报道于播出时间1月19日下午2点到3点，全智学团举办第一届的结业典礼，典礼将以敬拜神为开始，老师和家长的祝福作为结束。周边还有个人所完成的美术作品展览，也请每位学生分享这学期所学到、所感谢的事，让人觉得他们不仅课程丰富有趣，连结业式都那么温馨感人呢，真是看见狮子团的用心付出以及用爱浇灌呢。今年1月24号、25号两天，在小琉球教会有举办冬令营哦。台南圣教会在小琉球举办冬令营已经有7年的时间，每次都有将近80位学员参与在营会当中。今年营会的主题是《皇室奇遇记》，是分享以斯帖的故事哦。愿神的爱还有喜乐亲自临到小琉球这个地方。接下来报道，也就是今年的大学学测将于本周五，1月21日举行。这届学测跟以往很不一样，考生也面临很多不一样的挑战。我们带您来了解实际的状况，也更能知道如何为考生们祷告哦。将以下时间交给慧珍牧师。谢谢彭内主播。2022年大学学测即将在1月21号登场。
这是108课纲上路以来的第一次的学测，再加上疫情的考验，对今年的考生来说真的是困难重重。在今年学测上面有什么样的心情或是代导事项吗？我觉得跟每年都一样，就是很紧张。然后这一届又是新课纲，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大学方面想要看什么，至少学生自己都还蛮慌的。可是我想到大家都一样慌，就觉得又还蛮享受这种可以跟大家一起努力的时期。我觉得现在的心情其实开心大过紧张，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的努力的结果就是可以在考场上可以发挥出来。但是其实因为108课纲就是我们学生都非常的陌生，就算已经三年这样子下来，因为我们没有历届的考古题可以去参考它的出题的方向会是什么。在1月20号的晚上6点，我们会有一个高三应届考生的考前祷告会。如果你家有高三的学生是应届要考试的，我们一起来领受牧者为我们的祷告。以上就是我们的一周新闻，我们下周见，拜拜。